先枪接了来哈，请大家先坐。我在特别唱这首歌呢，是因为我们以前唱这首歌选的都是因为是七月，然后我们台湾民间信仰呢，因为有农历七月是鬼门关开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心中不是很平安。但是这个七月是一个很炎热的夏天，常常都会有一些意外。去年我们台湾有八仙乐园的晨报，那今年我们在唱这条歌的时候特别感到的是，我们几个礼拜前台湾碰到了60年来最严重的台风，所以呢，台东花莲损失惨重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如果说我们在如果正在那时候的时候，那些人看到这种天灾人祸，他们心中怎么样来寻求那个平安呢？而我们同时住在美国，在过去的几个礼拜中呢，我们也听到了警察被杀害，好多个城市在示威游行，这是人祸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没有 trust。 然后呢，我们几个月前呢，或是几个礼拜前，在 Virginia 也是有大的淹水，加州也有 wire 就是火灾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美国的状况。那在世界上呢，我们从巴黎，从土耳其，我们听到恐怖分子不断的有这些让人心惶惶的灾害，甚至在法国，在他们庆祝国庆的当日，就有人开着卡车这样撞上去，一路上撞了 1 mile， 然后死了80多个人。我们在这样碰到这种天灾人祸，在这种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，我们想想人是怎么样更需要心中的平安呢？这是外在的，这是宏观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那我们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经过的生老病死，我们碰到生病，很多人生病，家人的老去，我们碰到人找工作搬家，这是我们我们自身的。所以这个平安真的是任何信仰我们都是在寻求的。那真的只有上帝的话语，他的应许，他的恩典慈爱与我们相伴，我们心中才能够平安。所以我们现在再唱这一首，我们特别的想想这个歌词，想到我们可以享受到的这个自由，想到的自由大自然，再想到我们怎么样寻求心中的平安。平安的七月日，
既因为我们了解到上帝掌管一切，神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，他的心思意念超过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互相效应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也让那耐心等待的人可以欢呼。我们现在为今天的敬拜，为今天的听到，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，愿我们的一生为神所用，完成他的旨意，因他是信实的上帝。请大家起立好吗？关心满天的云朵。
乡，我的心满天地面前，我的天哪，听你的声，我来无车，我是无听，我到家己给你装，你是心事的上帝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恩德你，让我们在来你的面前敬拜你。主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敬拜的神。我们对教会各一边交托在你手中，看着这个世代的情形，不管是天灾人祸，就是主你用你大声的呼唤，我们每一个人更加警醒，因为你来日子更加近了。祝福我每一个，我无惊吓，我也无心内无啥物，有惊的所在。知影你永远掌管，你是我的神，我会当我靠你。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所讲的，伫听你的人的面前，你要愿听我，愿保守我行头前的道路。我知影教会内面有寡年岁较大个，也是有寡身体软弱个。有的等于台湾照顾，有的在这拢求助你，真正怜悯在阮的中间，予你亲手用你的手来按手在这个破病的人的身体兄弟姊妹身上，用你大量的医治来医治因。到过时间头前安怎行，拢交托在你手中。不管我安怎行，来顺着你的旨来行，拢有你的旨在其中来成全。我每一个愿意对阮。每一个人个人的家庭，我的教会完全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予阮的知影你的心意安怎，阮顺服来行的时阵，你着祝福在阮其中，保守今仔早起的敬拜，从头到落尾，予你家己得着荣耀，每一个人得着你话语的坚固，予阮灵性较坚固，搁较诚实，真正一个伫这个所在会得正正侪。人因为经过教会认捌你，会当得到活命，这是何等予阮的福分，我来予阮的责任，我来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